what's going on?乌托老师，您怎么哭了？别难过了。谁难过了？我这是切洋葱了。来点来点儿，来点儿吧。有新任务。等等我呀！探测到失踪的舒灵，探测到失踪的舒灵。神奇小队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洋葱，是舒灵，想法好。舒灵呢？哇，好大的西瓜呀！是舒灵，别跑！洋葱是套层结构，大圈套小圈，一层叠一层。哎呀，那
怎么才能让舒灵出来呢？我有办法。牛奶、酸奶特价，里面的舒灵听着，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！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！要不然。他在干嘛呀？这是杨宗纬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这也是伟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洋葱里的酸梅释放了刺激性气体，不仅刺鼻，还会使人流泪。那我们还是怎么接近洋葱啊？还有我。哎，糊涂老师，我的英雄时刻刚要开始，你不要打断我呀。除了横冲直撞往前冲，还有很多做英雄的方法。如果遇到困难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又来了，现在谁还有心思吃冰棍儿啊？好呛啊！我明白了，降温可以减缓酸梅产生气体的速度。我们听，舒灵在哭，她好像很害怕，她一直在想办法躲起来，她应该是。不喜欢人多嘈杂的环境。有可怜的舒灵，要是能有个安全屋就好了。安全屋。舒灵，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害怕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我们回来了。开始吧。冰能驱散洋葱散发的刺激性气体，还能阻隔噪音。又安全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舒灵，舒灵，跟我回家吧。不卡不卡。天地玄华，宇宙洪荒，属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知道吗？把洋葱冰一下，就不会流泪了。哎呀，好辣，好辣，好辣呀！